谢谢。啊。你要什么？啊。猪肝面。猪肝面。嗯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请我们代表请一种啊。对呀、啊，在他们那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帅哥讲，那个筷子在那边。好。哎呦，我点。臭みがあるところが多いんですけど、このはすごい新鮮で美味しい。麺も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まい。スープも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。ちょっと最近マイペッパーを持ってきているので入れたいと思います。
方が好き。他のとこと比べてめっちゃ安い。60元です。やっぱ新鮮だ。市場の豚肉はすごい新鮮なので、台湾は豚肉のあらゆるところを使うので、無駄がないというか、全部食べきる豚を全て。三个香，一个卖猪肉摊的旁边，很小一家。驴肉坊。小笼包，一个卖猪肉旁边。嗯。小笼包。对。它跟那种薄薄的小笼包不一样。啊，那个真的厚的吗？厚的。啊。可是小的。小的更是厚的。对。不是水煎包吗？不是。不是。是像这种蒸的。啊。小的。小的馒头的感觉。小的包子。包子。不是水煎包，也不是，但是小笼包不是薄的皮，这一家就非常久卖，但是现在已换人，他承袭，传承他的手艺继续卖。他家真的有，本来在他的对面有个卖猪血糕的阿婆，我从学生吃到这么大，可是阿婆好像走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我很怀念那个猪血糕，我学生呢。我念国中的时候，我吃他的猪血糕，看多久？阿婆已经走了。好吃他的猪血糕。再来就是麦当劳对面巷子的，你应该拍过的哦，啊对，那个你拍过，对对对对，就在雅艺的巷子，对对对对对。这就是现在这里几个很有过去还会，大家一直会想要吃的东西。嗯，我吃他们家是从他的妈妈开始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当然了，不是他，以前是他妈妈的爸爸。这是第二代。第二代。现在要这个要第三代。第三代。他也是年轻的。他的儿子。儿子啊、哦、，OK。我从他的妈妈，对爸爸，在这里开始。对，所以看这里有很几个摊位。嗯。都是我的，但我的妈妈可能就是他的年代的开始。对对对，已经不是第一代了了。他们准备要开始做第二代、第三代传承的都有。还不错哎。以前这个市场很早年的时候没有这个建筑。对。就是外面那条路，走出去，再跟那边有一家家家豆浆店。对对对对。跟左边往左走。就是以前我们的传统市场，后来才盖了这个。对啊。这样。好。